红画这样的图是代表说它有没有超过正常的范围之外。如果说你一有你有数据显示它跑到它的外面之外呢，发现你可以说现在你所产生的这个结果它在正常范围之外，也就是在 99.7%， 你按理讲正常 99.7% 应该都在这里面，结果你现在居然跑到外面去，代表你现有的情形呢并不在正常的范围之内。那代表什么问题呢？代表要不然就是人为误差，要不然就是你的流程你的机器可能有耗损，你的人员的精神态度可能有误差，所以以至于你的结果了是超出范围之外，就是你必须要把你流程好好去做准备的时候重新做个调整啊，去修理你这个流程。所以我们是透过这样的一个 control chart 呢来做它的 process control 的。那么这个是，所以这种东西叫什么 chart 呢？我们把它叫 X bar chart， 这叫 X bar chart 啊。这因为 X bar 是什么意思？是样本平均数。我们每一次取一个样本，这个样本呢，按理讲它的平均值应该落在这个范围之内，啊，所以叫做 X bar chart。我们知道母体啊，母体它的分布，常态分布。X bar 的分布呢也是常态，但是它的 mu 呢虽然跟母体是一样的，但它的变异数是母体变异数的 n 分之一，所以它比较狭窄，啊，母体比较宽，所以它的 sigma 是根号 n 分之sigma。X bar 的标准差是母体标准差的根号 n 分之一，这个我们在上个学期都提过了啊，大家应该很熟。刚刚我们之所以画出这样的图出来，各位有没有理解到 mu 必须要先知道， sigma 也必须要知道，所以这个是对母体的平均数而言，母体平均数应该在这边，那你取一个样本点出来，一个样本点呢应该落在这边啊，第二个样本点应该落在这边，样本点落在这边，所以你的样本点呢是落在整个母体的这样的一个满意的范围之内的。但是你现在如果是对 X bar 而言的话，也就是说你每一次呢你不是只取一个样本点，你是取好比说你取 N 个点，你的 N 个点呢，同学来看一下927页，大家看19支的这个表呢，就是告诉我们说你每一次取一个样本都取几个 observations， 取几个点，取五个点，所以你有几个取样，你取几次样，你取20次的样，第一次取样你取五个，第二次取样也取五个，每一次都取五个点当做一个样本，看到没？所以每一次呢取五个，每一次取五个，每一次是会算出一个 X bar 出来，他们说第一次取样所取的五个点算出来的样本平均值是多少？ 3.5065。 那最后一次是取多少？平均值是多少？ 3.5007。 所以事实上啊，你看你现在是取 N 等于5啊，那么每一次呢取5个，每取5个你这边做24，每取五个，你可以得到 X bar。第一次取五个的时候得到 X bar 值是多少？3.5065。第二次取五个是多少？然后一直到最后一次，第20次取 X bar 值是多少？3.5007。好，这边一共有20次的取样，每一次呢，我们都取啊它的样本平均值出来。那么现在呢，由于呢我们在做这样的一个控制，我们事实上呢母体的平均值事实上我们一般都不知道了，
你怎么知道你公司的平均值应该是多少？啊，或是你突然间去做一个检验，你也不知道它的 mu 应该是多少。所以此时我们都拿什么东西来当做 mu 的一个估测量？我们都拿什么东西当 mu 的估测量？我们是不是拿？我们说 mu 的估测量，我们都拿什么东西 ？mu 的估测量是谁能够得到 mu 啊？谁的期望值会得到 mu？X bar 的期望值是 mu 的 unbiased estimate， 样本平均数是 mu 的普遍估测量。现在你有20个样本平均数，代表你做了20次实验，每一次所得到的平均数放在这个地方，对吧？那么这20次的样本平均数，我们把20次的样本平均数再求一个总平均，就是代表样本平均数的平均数，它够标准了吧？对吧？所以我们可以用这种方式，我们把它叫 X 八八，这个符号随便你取 X 八八，我们可以把 X 八八什么当做真正的 mu 的估测量，我们可以写在这个地方，把 X 八八来当做 mu 的真正的估测量。OK， 那就是像19之4那个地方，我们算出一个 X 八八出来，那么 X 八八就来当做这个了。这个地方用 X 八八来当估测量，来当做 mu 的估测量。那这个东西是当做 X 八来看呢、啊、？X 八的标准差是多少？是根号 n 分之 sigma。所以事实上呢，这边我们所用的 upper control limit 跟 lower control limit 要稍微做一下修改。所以。做这样的调整，之所以我们这样做，各位同学，你看，原先我们是拿 mu 加减3倍的 sigma， 现在拿 x 八八加减3倍的根号 n 分之 sigma， 请问这两个东西有什么差别呢？何时用上面这个东西？何时用下面这个东西？用下面这个东西，主要是因为 sigma， 这个东西 mu unknown。你看，你会用 x bar 来取代 mu unknown， 是吧？那么假设 sigma 是 known， 假设 sigma 是知道。mu 如果是知道，那 sigma 也知道，这两个东西都知道的话呢，我们当然用这个。这个东西是，如果你 mu 不知道，那你这边还有一个 sigma 也可以用的话呢，那么你可以呢用这个式子。这个式子是大部分的情形都是这样用的，就是大部分你的 mu 不知道，然后勉强的去找一个，啊，比如说可以找个 s 来取代这个 sigma 啦，或者用以前的所做过的一个数据。可以来表现出 sigma， 都可以这样做。但是呢，很多时候呢，我们呢 sigma 不知道的时候，各位同学，你看看，如果你 sigma 也 unknown， 这个时候呢，我们在做 control chart 呢，除了你可以去用以前所做的东西估计它之外呢，我们大部分呢用一个什么东西，用一个叫做可以看一下19之7928页，他用一个东西叫做 P2 分之 R bar estimate of sigma， 我们把它叫 sigma hat， 也就是你要去估计这个 sigma 的时候，你拿一个 sigma hat， sigma 戴帽子的sigma 的无偏估测量， sigma 无偏估测量长什么样子呢？就长这个样子， D2 分之 R bar。 好，我们解释一下什么叫 D2。
低度是某一个系数，是由美国的统计学会所发展出来的一种一种手册，让他们在工业用的，在工业上头呢，他们可以查一些表，可以发现低度等于多少。总之，它是一个系数啊。那 R bar 呢，就是 R 的平均值。同时，我们知道 R 是什么东西啊？我们以前讲过，各位同学，这边是 X bar 的值。大家看同样一个表里头，每一次五个数据是不是有个最大值，有个最小值？最大值减最小值是不是一个 range？ 所以最大值减最小值得到 range。各位同学看一下，927页上方19:2的那个表，最右边有一个 sample range。那个 range 呢，我们说第一个 sample 里头的最大值减最小值是多少？各位同学，你减减看好了。我们来看一下最大值是不是3.5144，去减最小值是多少？3.5009。所以第一次抽样的时候，最大值减最小值0.0135，就它的 range。对，第一次取样的 range 0.0135，第二次取样的 range 是多少？0.0368。这个0.0368怎么算的呢？一样的，最大值减最小值，每一次都得到一个 range 啊。最后第20笔资料的 range 是多少？0.0259。 range 是什么意思？ range 跟 sigma 有什么关系？我们以前有没有说过，说如果你不知道某一个流程或是某一些母体它的 sigma 的时候，如果你不知道 sigma 等于多少的时候，什么是 sigma 的无偏估测量？有一个很好的很实用的一个无偏估测量，估测 sigma 的那个是什么？以前跟各位讲过，1/4 R range 的1/4，这是一个工业界上头、实物界上头常用的。就你如果不知道 sigma 等于多少，你就把最大值减最小值得到的 range 的1/4，这个1/4的值往往是 sigma 的一个相当好的估测量。现在同样这个概念呢，你去拿 range， 每一次的 range， 你把它相加总，然后去除以20，你会得到一个所谓的 R bar。所以它不只拿单独一次的 range 当 range， 它拿20次的 range 的平均值来当做 R bar， 对不对？除以什么？这个 D two 啊，你可以把它想象成为什么？想象那个4。1/4的 range 是 sigma 的无偏估测量，对不对？所以现在这个 D2 啊，扮演的角色就像1/4的 range 一样的这种概念，只是呢，它这边更精准一点。我们说1/4可以说是一个估测，可以说是一个约略的说法，比较准确的说法应该是 D2 分之 R 棒。那 D2 是等于多少呢？同学，你看这边呢，翻过头来看928页19:3的这个 table 呢。他就告诉我们说，你如果要建立一个 R bar chart， 或是待会我们要讲的 R control chart， 现在 control chart 有好几种。现在我们先讲 X bar chart。X bar chart 呢，它的 D2 啊，可以从这表里头查出来。只要你给我你的 sample 每一次的 N 是多少，你的样本数是多少，你每一次取样本取多少啊？然后呢，好比说像我们这边每一次取样是不是取5个？所以你的 D2 应该是多少？从这表可以看得出来吗？19:3这个表，你的 D2 是多少？是不是2.326？这个表没办法，这个表是他们经过很多的经验法则呢所推出来的啊，经验法则加数学式子啊，加一些统计理论，加一些深管的
别的一种理论所推出来的一个结果啊。那么 D2 分之 R 就是 Sigma 的估测量啊，一个好的估测量。OK， 所以如果这样来看的话，同学你看，我们如果拿 D2 分之 R bar 来当做无偏估测量，来当做 Sigma 的估测量的话，这个式子会等于什么？等于 X bar bar 加减三倍乘上 D2 分之 R bar 除以根号 N， 会变这样的式子。所以整个这个东西啊，当做 X 八八加减三倍的这个东西，那来看这个三倍这个东西又把它变化啊，同学你看十九之八，好，各位同学看一下，他把 R 八把它 single out 放在这个地方，然后剩下的东西是 D2 乘以根号 N 分之三，他宁可把三埋在这里头，给他一个另外一个名词叫 A， 哦，而不只是 A 叫 A2， 因为你这边是 D2， 所以叫 A2， 因为这个地方比较 messy 一点呢，它的东西是属于比较实务性的，啊，很多的经验法则在这里头没有很精准的数学的推出来的结果，所以你只要记得所谓的十九是八，最后我们用 x 八八的加减 a two 乘上 r 八，这个 a two 呢，我们再查表一下 ，a two 也可以查，刚刚十九是三的那个表，我们查出来 a two 是多少啊？0.577。所以你看看，所以这个式子变成什么？变成 x 八八加减0.577乘上 r 八 ，r 八是多少啊？我们可以把刚刚那二十笔资料的 r 通通把它相加，然后呢去除以20，我们可以得到它的 r range 的这个 range 的平均值是多少？0.0253，很好，0.0253怎么来的？0.0253就是，同学你看，这边刚刚所算出来的20笔的 range 相加除以20，换句话说 R1 加 R2 加到 R20 除以20所得到的结果0.0253，这样来的。这么多的麻烦，其目的就是为了克服，因为你的 mu 跟 sigma 都 unknown， 由于你的 mu unknown， 你要先算出 x bar 20比 x bar 的平均值，叫 x bar 当做 mu 的估测量。由于你 sigma 不知道，你必须要先找出range 的平均值除以 D2 来当做 sigma 的无偏估测的sigma 的估测量，然后带到这个式子里头去，跟根号 n 做结合，产生一种新的值出来，叫 a2 再乘上 r bar 出来，所以最后你得到的 x bar bar 的值，再加减这个值 x bar bar， 我们知道 x bar bar 是多少啊？刚刚算出来 x bar bar 是多少？3.4995，好，谢谢。加减这个值，所以同学，你看你的 x 八八要怎么算呢？你 x 八八呢，就是3.4995，在这个地方。你的 upper control limit 是多少呢 ？upper control limit 3.4995加上0.577乘上0.0253。看一下课本的，瞄一下，我们看它得的结果是0.0146，所以这一块的值0.0146，3.4995加上0.0146，那这边呢是3.4995减掉0.0146。所以你的 mu 的估测量，你的上界的估测量，你的下界的估测量，三个数据都知道了，你这个画出的你的 control chart 出来。现在你画出的 control chart 是，大家看一下929页，
3.4995 加上0.0146加出来多少？这地方是3.514，然后下方这边是多少？3.485。好，谢谢。那中间这边是3.4995，上方、下方，你的 upper limit 跟 lower limit 通通有了。你就可以建构出这三条线出来，然后再来呢，同学要留意，你今天之所以拿到这三条线，是因为你动用了那20笔资料，每一笔资料都是5次的观察值所算出来的 X bar， 所算出来的 R bar， 然后经过那些数据所换出来的这三个临界值出来，你要检验的就是过去这20笔资料当中有哪一次超出这个水准的，有没有？要检验这个东西很简单，就只好把这20笔资料重新再把它标回去。各位同学，现在我们看19之2这个 table， 这个 table 每一次做5笔资料，每一次的5笔是不是都可以得到一个 R bar 出来，是吧？所以我们现在就把呢这20个 R bar 呢把它放回去。不是，第一次的 R bar 是不是3.5065？各位同学，3.5065在哪边？3.5065是不是在这边？是第一次。第二次是多少？3.5026。那是不是各位比照一下看19之7这个图？19之7的图，第一次、第二次、第三次，他发觉把20次的 X bar 都表在这个图里头，你发觉它是不是20次完全都在这个范围之内？基本上呢，它是20次的这样的一个生产的过程，啊，每一次的取样都代表了它每一次，就是每一次很可能是隔一个礼拜，一个礼拜做一次，一个礼拜做一次，也有可能每天做一次，也有可能是4个小时做一次，也有可能1个小时做一次，看你所需要的精度到什么地步。所画出来的这样的 control chart， 让我们知道说呢，哦，在过去这一段时间当中，20次的过程，这样的一个生产的过程，基本上呢是在 control limit 范围之内。所以这个例子告诉我们，以后你要做 X bar control chart 的话，就是这样做的。啊，很多时候是我们的 mu 不知道 ，sigma 也不知道，这是常态。怎么去？透过这个基本的法则，这个基本法则是，既然是常态分布，我们可以假设它是常态分布，那么样本够大，事实上我们可以知道 X bar 可以当做常态分布，所以 X bar 是常态分布的话呢，你可以用这个基本法则呢去描写 X bar， 按理讲应该范围在这个 X bar bar 加减3倍的根号 n 分之 sigma 的范围之内才对。那这个根本的法则是从我们上个学期的，我们说 X bar 的分布它也是常态分布， mu 是跟原来母体用的 mu 是同样的 mu 啊，那你这个 mu 既然不知道，我就拿我有好多的 X bar 的平均值来当做 mu 可以吧，那就是 X bar bar 了，当做 mu 的不是量3倍的根号 n 分之 sigma 又不知道，我要拿 d2 分之 r bar 来当做它的不是量，从这边所推出来的结果，所以得到这样的一个 control chart， 这个 control chart 是 control 谁用的？ control X bar 用的，所以这种 control chart 叫 X bar control chart， 简称叫 X bar chart。 是为什么不取什么三个三倍的 sigma？ 为什么？因为 99.7%， 因为我们希望在正常的情况下是常态分布，常态分布绝大部分 99.7% 的话应该在哪边？应该在三倍的 sigma 范围之内。如果你取4倍的 sigma 的话，是不是更大了？4倍 sigma 更大，那代表说保证你100%都在范围之内，是不是？但是这样又不符合统计的一些原则，所以才取3倍的 sigma， 它保证 99.7% 已经够了。因为事实上 99.7% 换句话说只有多少不在范围内，这0.3%不在范围之内。那你要知道 control chart 的概念呢，其实又有什么样的概念？各位同学，这个范围是什么范围？
告诉我，以某一个东西为中间值，上下各加一个值，形成一个什么区间？所以这是不是一个区间？是不是区间估测的概念？我们希望区间的长度越什么越好，越小越好。我们不希望它越大，你放四倍的，你放五倍的，那没有什么意思，全部都在安全范围之内。如果你放很大，通通都没有问题，通通在这个范围之内。所以我们不要这样做，我们取三个，三个保证99.7%，可以了。两个，两个的话又太窄了，两个是多少？两个是95%。你有5%的可能性发生错误的话呢，这个标准对工业界太高。你只有0.3%的可能性发生错误 ，that's okay, that's acceptable。5%代表说，你一超过这个范围是，假设你放两个，应该在这边，你放两个，有5%的可能性超过在这里面，超过这边。是不是超过5%？是不是超过这个范围？超过这个范围5%，你一超过这条线，你就认为它有问题；超过这个东西，就认为它有问题。而事实上，在这里头有没有问题？对于三个 sigma 正常的范围之内是没有问题的。可是由于设得太严格，以至于呢你会发生什么错误？把 OK 的把它当作是 no good。这是 no good， 而事实上它是 OK。 这是什么样的错误？型几的错误？第几类的错误？型一错误，是不是拒绝一个不应该拒绝的东西？所以你发生型一错误的几率会很高，这样知道吧？所以经过这样的考量，所以我们才设定它三倍的 sigma， 99.7%。 那即使99.7%的话，有没有可能也发生型一错误？也是有可能的。事实上呢，你有0.3%的可能性发生行医错误，因为你在分布的范围之内，你是有可能跑到那么远的地方，可是超过三个 sigma 以外的话，你就认为它是 no good。 一样在100%的范围之内啊，好，所以你有0.3% 的几率是跑到三个 sigma 以外，跑到三个 sigma 以外，你就说它不属于这个分布吗？哦，不能这样讲，对不对？那你就拒绝一个不应该拒绝的，就犯了行医错误。那来看一下928页19-3这个 table， 你看这 table， 它也没有 D1， 也没有 A1， 就是有 D2、D3， 还有 A2 跟 D3， 还有 D4， 也没有 D1， 也没有 D5， 也没有 D2， 都没有。它为什么做这样的一个规定？它事实上，你看它底下那些比较小的字。它是从了美国某一个工业界的一个 manual， 这个 manual 是 for presentation on data and control chart analysis， 是这个 association 所发展出来的一个 control chart 的一些系数。他们是怎么做的？这个恐怕要问一下他们才比较了解。工业界呢，才是最终呢，我们发展出这些品管方法应用的范围、应用的目标。啊，同学，你们在管理学界所学的这东西呢，终究呢是要用到哪边？管理学界跟工学院所用的这些东西，其实呢都是工学院就是管理上头，产业界里头用在制造过程当中，用在技术发展过程当中所要用的一些标准理论。管理学界呢用在什么东西？用在工业界里头的管理上面。所以工学跟管理学其实都是最终都要用在什么东西上面，都要跟产业一定要相连结。所以我们的最终的目标是用在产业管理上面。所以产业界啊，如果没有管理界跟没有工业界来作为他学理的依据的话，他就只能够瞎子一样在摸象一样啊，摸到什么算什么。但是呢，我们管理学界呢，了解我们的最终目的是为了产业做服务的话，就如同工学院要为产业做服务的话，同学就要了解你们在管理学院所学的东西最终都是要走向产业界，要为产业界解决问题。那如果要在产业界要解决问题的话，最终你一定在实业界里头、产业界里头找一份工作。那找一份工作呢，到底产业界里头做什么事？你看看他用的表就是这样的表
啊，他把东西换成一个非常实用的东西，所以你们有机会的话，早一点到业界去实习，这对你们是好的。你们现在是大二，对不对？大二的暑假有机会啊，很快了，到哪一个公司去上个暑假的实习的课，做两个月，啊，看是哪一家，你就可以学到各式各样的东西。好，以上所谈的东西啊，是这个 Xbox 的 Control Chart。另外，我们谈一个叫 R Chart。现在看一下叫 Range 的 Chart。所以我们希望能够呢，对于 Range 也能够得到一个 Control。当他知道 Range 跟 Sigma 跟标准差是属于同样一种概念的，你不希望 Range 太大，你也不希望 Range 太小，是吧？那你要 Range 要加以管控。那 range 的管控呢？大家看一下19:9那个式子，它是拿什么？它是 range 的平均值加上 range 的标准差，这是 range 的平均值加减 range 应有的标准差。range 应有的标准差是用什么东西估测它？用19:9刚刚所讲的，用 range 的平均值除以 D2 的平均值。各位同学，这个像什么？这是不是刚谈过了？ R bar 除以 D2， 这是谁的估测量？ Sigma 的估测量，对不对？ Sigma 估测量前面乘上 D3， 这个就变成是谁的估测量啊？ range 的标准差的估测量。原来 R-bar 除以 D2 是谁的估测量？是 Sigma， 是谁的 Sigma？ 是原来母体的 Sigma 的估测量。母体的标准差的估测量是 D2 分之 R-bar。 现在 range 的 Sigma 的估测量，那是母体的 sigma 的估测量，这是 range 的 sigma 的估测量，差别在哪边？多一个 D3 而已。OK， 那把这个东西啊，当做它的估测量，加减，这个就是变成它的 R 的 control chart， 它的 upper 跟 control 跟 lower 的 control limit。那么各位同学呢，看一下这个东西啊。会变成什么？由于你有个 R-bar， 你 R-bar 可以提出来，它变成 R-bar 加减三倍的标准差， R-bar 加减三倍的标准差。各位看一下19:11930页，它的 control limit 呢，一个是 R-bar 加，一个是 R-bar 减啊。那么它又把呢19:11那个一加还有一减三倍的 D2 分之 D3， 分别把它叫做 D3 和 D4。 好，我们来看一下啊，这会变成什么？这个变成 R-bar 乘上什么？加的时候叫什么？ D3， 这个是 upper control limit，然后加叫 D4， 那一个 lower control limit， lower control limit 是 R-bar 乘上 D3 的 lower control limit。 所以显然啊，你这边是 R-bar， 上面这个东西是 R-bar 乘上 D4， 它的下方的 control limit 叫 R-bar 乘上 D3，形成了两个上下界， R-bar 乘 D4， D4 是什么？ D4 是一加三倍的，那 R-bar 乘 D3， D3 是一减掉三倍的那个东西，那简称就是19:14跟19:15那个东西。 Upper control limit 是 R-bar 乘上 D4， Low control limit 是 R-bar 乘上 D3。那我们来看一下例子好了。现在刚刚以19:3那个 table 来看的话，啊，我们找出现在是 n 等于五 ，n 等于五的 D3 是多少 ？D3 是零 ，D4 是多少
2.14， 所以这边是2.14乘上 R 坝是多少？然后 R 坝是不是0.0253？这是0.0253乘上2.14，所以这个结果是多少？0.053是上界。那这边滴坠是不是零？是不是零？那你的 range bar 是多少？所以同学，你看这个例子的，看计算出来，我们发觉你的 range 的范围应该在 lower 是在零，上面是0.053，然后中间是0.0253，你就开始呢把那个 range 呢把它画出来。大家看一下，那 range 画出来的每一次五笔资料，每一次五笔资料画出来那个 range 呢，啊，按照我们先前19-2，在927页那个 table 里头的 range， 在最右边那一行里头，第一笔 range 的平均值，是不是？不是平均，第一笔 range 的值是0.0135，第二笔 range 的值是0.0368。等等，一共有20笔资料，把每一笔 range 的值把它标在19-8那个图里头，就得到这样的结果。好的，第一笔资料是0.0135，所以你看0.0135在最左下角那个地方，在19-8那个图里头啊，形成这样的一个 range 的控制图。这个 range 的控制图跟翻过来929页的那个 X bar 的控制图，各位比照看看，一个是 X bar 的 control chart， 一个是 range 的 control chart， 啊，那么你只要把 range 的 upper control limit、lower control limit 以及 X bar 的 upper control limit、lower control limit 这三条线通通找出来以后呢，你就可以形成一个控制图，然后开始去掌控，去了解看你生产过程当中你的 X bar 有没有超过范围之外。你的 range 有没有超过范围之外？这种 control 的技术啊，就叫做这个非常简单的一种 control chart， 可是它在工业界上呢非常实用的。啊，那这个是 Shuhart 一个美国的一个统计学家所发明出来的方法。那么这些方法后来到日本去呢，被日本人呢这个很重用。有一个品管大师叫戴明，你们可能都听过 Deming 啊，戴明这个管理大师啊，他不走这些统计品管的路线，事实上他有品质管理的一些哲学，后来他被日本重用，日本人的国家的品质奖就叫戴明奖啊，我们台湾的奖呢叫做磐石奖，美国的品管的奖叫什么？叫 Malcolm Baldrige 的奖，日本的奖叫做 Deming 啊，戴明奖。那么他把这些统计的概念呢转换成为管理品质管理上的一些哲学，他发展出14点品管的14点管理原则，你们在图书馆或者在 Google 上都可以找得到。所以把这些品管的概念用在日本，所以促成日本在80年代90年代后来一波的这些管理的品管上的一新的一个运动啊，就形成了日本管理学界的一个高潮。那么这些统计的品管的 control chart 的概念呢，先讲到这边啊，一个是 X bar 的 control chart， 一个是 R range 的 control chart， 啊，那么我们剩下还有两个小的，一个叫 P chart， 叫控制 percentage 的 ，P 是 percentage 的，那么 NP chart，NP，N 乘以 P 是什么？样本数乘上百分比是什么东西？样本里头的某一些个数，看一共有多少个啊，是好的或是不好的啊，所以 NP 在谈个数， P 在谈百分比，这两个谈完以后呢，那么很快呢我们就可以进入到19章的第2节啊，就是在谈 acceptance something。